好多人说王贝妮的粉色朋友还有苍蝇头博士，这技术还不如一个小学生啊。我现在就拉一个小学生过来。嗨，我是小学生。今天我就和这个小学生朋友来个捏仔泥大比拼哈。今天我们邀请神秘人来帮我们做裁判。要是做得不好的作品，他就会用他的大砍刀。咻咻咻咻咻，砍掉。材料来啦。我准备了一堆彩泥，今天要跟元宝拼了。还有这个培乐多缤纷蛋糕机，还有缤纷咖啡机。快看，这个可以做咖啡冰淇淋，看起来好美味啊！我天，还有这个可以做双层蛋糕，太酷了吧！嘿嘿，神秘人，今天我们给你做很多好吃的，你来给我们做评判。看我，看我，我要几杯果汁。哎，哇，西瓜牛奶，咻，转到另一边，加奶油，哇，好像真的一样。再撒上糖粉，黄的蓝的我都要，最后盖上盖子，哇，一杯果汁冰淇淋，真的好漂亮哦。我来做蛋糕，先揉一个大面团，狠狠的按紧。好啦，打开烤箱，把蛋糕胚塞进去，就好像真的在做蛋糕一样。开始烘烤吧。我天啊，一秒完成啊，太酷了吧。蛋糕出炉喽。哇，挤奶油我可是高手啊，让我来让我来。哇哦，还要做些小装饰，蛋糕嘛就要弄得漂漂亮亮的。完成，快看，我做了一个红豆蛋糕，我做了一个奥利奥汉堡，哦，还有一个点心树。哇，继续继续，看看能做出多少种好吃的。我天啊，又是一杯奶昔，还有奶昔大哥呢，哈哈。再来个蛋糕大合体，给它上满满的奶油，好香啊。我做了一个多层蛋糕，我做了一个萝卜刀蛋糕，还有这个我的红头蛋糕真好看，看我的饼干塔做的才好看呢。哼，叫神秘人来评判吧。好，叫就叫，神秘人来了。看我的这个怎么样，看我的星星蛋糕怎么样，拿着个点心盘呢。看我的冰淇淋，看你这么不懂欣赏，只能给你喝奶昔啦，还有奶昔大哥。这个蛋糕总行了吧，我的小粉丝肯定喜欢。什么，看我的蜗牛战车，它好可爱呀，它的轮子是用四个蛋糕做的，它的篮子里有好多饼干呢。神秘人，你看看喜不喜欢啊。